这次三林小学有一个特别的这个毕业典礼的仪式词，我们最主要的用意就是不想让我们的毕业生有留下任何的遗憾。家，我们总共有37位毕业生，那么能够一家一家的把这一些礼物送上，而不是随便的送，也不是随便的只是送上一个毕业证书，而是还要亲手制作那个手花，甚至是好多好多的那一个小礼物送到这个学生的家人的学生的手上。对他们都会有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仪式吧，因为一路来都是所有活动都是在家里，这次会比较特别。